今天这一天我已经经历过三次了。宇轩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以后的婚礼会是什么样的？等以后我们的蛋糕店开起来，可以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。你以为你还有很多时间去爱他们？舒言，请让舒言回到我身边。舒言，有我陪着你，你别怕。你不会真的是因为他？舒言，一定有救他的办法，一定有。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，我愿意用生命去爱你。宇轩，我今天真的很幸福。